大家好，我大刘。大刘最近运气有点爆棚啊，就像踩了狗把门一样，如同进了桃花林一样。叫您看一下哈，同一天中一个新股，这不是主要的，还中一瓶茅台酒。我兴奋的是中这瓶茅台酒啊！你看我是喝酒的人哈，家里没什么好酒，也不舍得买什么好酒。你看这样的1188这样一瓶酒的哈，从来吧咱也不舍得买。你要喝吧，越不舍得喝，所以说，中了一瓶吧，我感觉心里哈非常激动和非常高兴的。今天我去把这瓶酒领来，趁着我现在兴奋的小心情哈，我就别平复了哈，该怎么兴奋怎么兴奋吧，走了。还没上班是吧？领酒。酒已经拿来了哈，他那个店吧不让拍哈，咱也就没拍哈。其实在当时我拿的时候啊，我心里其实非常波澜的啊，经历一个内心小斗争。我就在想哈，这1000多块钱到底值还是不值嘛。说实在的哈，我去一看那个包装哈，心里巴掌巴掌的，其实包装非常非常辣哈，那弄点个是不是饥饿营销造成的。那毕竟1000多块钱哈，咱我说实在我从来也没喝过这酒哈，也不知道什么味儿。你看放那里也不喝，也不怎么都是摸摸着上哈。但回来有一想哈，这样的机会哈，你现在不领哈，你回头你想买，可能说这价格你也买不着，于是乎我天天就买了吧哈，回头不行，遇到大事了，这个孩子结婚了，或者说那个来了跟亲家哈，那个找拿那么一瓶来招待一下了哈。这个此时此刻是不是得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申请的？我简单拉两句吧哈。因为这个消息哈是谁和俺兄弟，就是济南的俺兄弟哈给我说的，就是你可以上什么那个问问度娘哪里的哈，你搜搜如何申购哈，他就有哈，我不需要多了解释吧，因为这方面咱又没什么广告啊，就是俺兄弟给我说的，我就于是申购了，也没申购几次哈就中了。生命哈，俺兄弟也中了一瓶，跟我一模一样的哈，就因为他中了哈，才把他的运气哈带给了我，让我也中了。就是如果说你也中了哈，还没去领的话哈，我跟你说啥，需要准备什么哈？你的手机号，还有你本人的身份证。如果说你没带本人身份证哈，那个没信没包哈，上面有个电子身份证，你可以把那一个哈，就打开就能看着哈。就是可能你们能看出来，就是我刚开始在去领之前哈，非常兴奋，但是我领了以后哈，没那个兴奋劲领。就是此时此刻哈，经过我内心的斗争哈，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，就是买这酒的人哈，他可能不喝，但是，喝这酒的人哈，可能他不用买，要不然的话哈，喝起来那也不痛快。走了，找徐大爷理发，给徐大爷打个电话哈，他说他没吃饭啊，我去打包几个菜，今天中午找徐大爷一块儿吃饭理发，我那个酒哈还在车上。那我这个酒哈得掺着他，他反正他是一个戒酒的人哈，他要喝咱不能给喝那么贵的哈，掺着就行了。好，你忙啊。忙什么？好嘞，舅舅。哎。那怎么来了？来找你理发。行，先坐下。雪阳。你戒酒了吗？我戒酒了。今天中午我弄瓶好酒，咱喝是吧？我不行，我不喝。鸡也炒好了，那个酒也弄好了，好酒。哎，你就是8万十万的我也不喝呀。就是把什么酒不喝是了。对。你不误会是吧？那肯定不误会。先给我理发，理完发哈，我把我这酒拿出来，我看他喝不喝。要不换发型了？什么发型？就是年轻人吧。哎呀，最起码一看就跟小宅宅似的。喂，秦发。徐良同志，给我染头发哈。我的头发其实背头发也不少，就是现在哈，才20岁，你要说头发太多哈，也不得合适是吧？吃饭吧，兄弟啊！吃饭吃饭。这个战场已经到这种程度了，兄弟。问你最后一杯，你到底喝酒不喝酒？我戒酒了，跟你说戒酒，你当我开玩笑的？你就拿出10000块钱酒也不喝，你因为你也没有，不是你确实不喝是不是？不喝不喝。你确定哈？真不喝。你说了，你到底喝不喝？哎，别动我，喝不喝？不，我先看看，我先，把手往那拿，把手往那拿，我拿着，我替你拿着，不，你把手往那拿，再尝尝不行吗？哎呦，再尝尝不行吗？不行，沫子得喝，你喝不喝？不喝，
喝，你喝我也不给你喝了，哎、不行，喝，喝，你不一万块钱也不喝吗？我看喝了，我不喝了，咱不喝了，也卖唱喽，咱品一品，品什么品？这种属于品鉴酒，我给你预备了。哎呀，那是茅台，这是茅台的弟弟，摩尔，来喝杯。不行不行，这你喝杯这个行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对味，这个我就，别动，我就看了看，我上手，看，我你上手才能知道是公平还是不公平。看也不就看。你头还没染完哦，俺现在就洗头就开始走了。没理完，没理完，俺也不理了，就这样行了。理我们也没有理。对，这真的不理不接，我不怕，我等过去再接来接。哎，小杰哥，你把那个他那个肩膀那个酒，你回头放家里，告诉我藏哪里了。下次舅舅去，再把他喝了行吗？啊，等到学姐结婚时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到时候哎，生发了，回发了，回发回摸了。不是，我不跟你讲，我本身心思破戒的。啊，我寻思我能给你破戒吗？我就推我能当上恶人吗？我能当上弄人吗？我不能办、啊，我不能办这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酒哈，他喝谁喝谁拉肚子的。我发现了，他就是拿那个酒过来引弄我的，他就知道我说不喝，其实我想喝，没办法。你已经戒了？我是戒了不要紧，但是那个酒哈，咱真不知道他有毛病。我要知道，我肯定不会这么说的。你就喝这个就行哦，你喝小牛肉、啊、喝水不？比太子强。行牛肉啊，好，这样，理完了发那瓶酒就我的了，你爸爸说的。您看，徐良给我理的小土生性我。左青龙右白虎怎么样？那反正不管怎么说哈，也就是凑合着看吧哈。我知道他的发不怎么样。不是，姐夫，是印不长得不怎么样，你非得管发型有什么关系？别拉些没用的。不是，你那头上还有没擦掉的吗？你要拉酒这事就不擦了。不。哎，徐良，俺一来到俺问他喝酒不？戒酒了。后来非得喝不行，喝也不叫他喝了，不给他机会。俺、啊、不喝，俺、啊、尝，尝也不给你尝，不给你机会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看出了，等俺姐姐生孩子前，要是男孩哈，我估计这份酒就没了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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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给他拉了哈。老大爷立完话了，小姐姐也立完话了，俺得回去了哈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吧，喜欢的哈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了拜。